早上好，Morning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这是我们走在这个隔壁上面，荒原上面，很高的茅草，茅草有腿这么高，然后这种荆棘生长的荆棘，然后看到的一些不一样的风景。这上面是说。示意图是显示说，这里面会有蛇，所以走路要大声一点，打草惊蛇嘛，把蛇给惊跑。因为这个草比较高嘛，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听到声音啊，有一些动物。有一些生物在这里面，会有不一样的动物，不一样的植物在这里边。这是。小路上走过来了，要和这边给并了，一脉衰草，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啊。好，我们走出来了。走出这种小荆棘，最后是回到这个道上，回到这个风景上面。大家最想看的还是这种风景啊，漂亮的风景，我们也可以入画，美丽的风景可以入画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向东，在美国给你报道美国这边的景色，美国这些事儿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将及时回复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